完了，我们做的这个叫部队火锅。然后这里面是烧的那种的素高汤，给安佑佑要做海带汤的。这里面素高汤里面放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鱼呀、萝卜呀、什么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我婆婆都是不用这个高汤包的，但是我嫌麻烦，所以我都是直接买这种高汤包，然后省，比较省时间。婆婆都是用什么香菇呀，然后鱼头啊，还有海带呀等等的，然后一块放到这里面去。这里面呢就是部队火锅。我们要吃饭了，今天安安又有爸爸休息，不用去工作，是吧？怎么样啊？这工作了一个多月了，感觉如何呀？还不到一个月。啊，差不多了，快。咱工作容易啊，那只是一个早上早点去，晚上晚一点回来。对，就是因为早上早的走走的早，早上7点就走了，晚上8点才回来，对吧？所以早上现在基本上就看不见他，都是早上我现在早上7点就起来，然后给安佑做饭，做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就给他俩盛饭。现在早上起来让他们吃点水果，然后吃个那个，就是那个小馒头。再喝点稀饭或者小米粥，或者吃面条，把他们送走，你最行。是吧？主要是我给他们弄完之后，我还得去上课呢。也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大学里面工作，所以呢，就稍微还有点时间，对吧？要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工作的话，那孩子真一点时间都没有。晚上还有一个项目，我晚上得9点才能回来，晚上9点才能回来，得从5月份一直到6月中旬。考试周吧，差不多。到考试周之后，然后我们就又要放假了。哎呀，这一个学期是真累呀、啊。然后我们还有科研任务也不是说科研任务吧，就是像我们学校，就你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写就不写，就是写论文、出书。但是你得写呀。对，我得写。我们领导也说让我得写，不写不行。但你想想家里这么些事儿，哎呀，真是头大。我们要吃饭了，是昨天剩的那个南瓜，然后南瓜炖牛肉，南瓜蒸牛肉。我今天吃的部队火锅。然后你那个休学啥时候准备再上课？还有一个学期不是还没结束吗？是吧？想一想，行啊，那暂时先去工作吧，对吧？吃饭吧哈，大家都很辛苦啊。之前很多人问，那他爸爸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没拍视频给大家说？因为我开学，他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开学的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压根就顾不上他，压根也顾不上拍视频。所以呢，大家多多理解，不是说不给大家说，而是说实在是没有时间，我非常非常忙。然后呢，过完这个呢，就可以放假啦，然后我就回中国啦，我爸带着安佑回中国，我想带安佑去那个什么，想带安佑去那个出去旅游，到时候看看去哪旅游吧。你去不了哟，拜拜。那就괜히더운데어디좀끌고댕기려고하지말고都有空调，大哥。空调좀적당히틀어야지더워가지고뭐애들잘공부제대로못하고北方民族特点就是这，什么？怕冷还是怕冷？啊，对。不是，哎，我就很奇怪哈，为什么你们都害怕孩子热呢？我妈来了之后就害怕孩子冷，她就是来了之后，你看着哈，她就老给孩子穿衣服，然后有的时候又害怕孩子冷什么的。但是你们韩国人，我所感以觉我说了嘛，你们什么都怕凉，你们什么都怕热。我说了嘛，北方民族就是这样的，中国南方不也不这样吗？你咋知道南方不这样呢？我住了南方了吗？不是，北方民族的孩子都怕冷是吧？我。对，我觉得也是。你看，像我妈哈，像我爸和我妈，他们一点凉的都不敢喝，喝点凉就肚子疼的不行了。
那这都是习惯，对吧？在南方那边也有凉茶的。嗯，对，对，确实是哈。你看，真是你说之前我也说了，你看我妈就害怕孩子冷着，然后呢，你跟那个什么，你跟妈妈呢，你跟你妈妈呢就害怕孩子热着，是吧？嗯，这真是难整。一个字。绝。男士的不公不，哎，我都。我现在都是看着那个啥给孩子穿衣服呢，那孩子冷着他不冻着吗？就让我妈那想，如果你要是让孩子冻着的话，那孩子得。你当年过，我小到人都叫白眼去。很累，说实话有点累。吃饭吧。跟你说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韩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带孩子的差异，中国人和韩国人带孩子的差异。今天我给安悦准备了一些就是衣服，然后我婆婆说穿着太热了，就给安悦穿着这衣服。然后我妈妈就害怕安悦冻着，我公公婆就害怕安悦热着。你说这个衣服，这孩子这衣服，你说这可怎么配？今天我给安悦拿上的衣服，让我婆婆婆婆给送上去了，然后给他俩找的这个衣服。走，上次因为带着安悠悠去海云台海边玩，然后那个安悠爸爸给安悠把那个马甲脱了，把我妈妈气的，你知道？这个咋整？现在不热，那韩国人哈，我的脑子哈一热了。虽然我知道哈，就是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呢？要想小儿安，三分七和海。但这句话呢，放在自己身上就不起作用，就总是担心，就冻着。我公公婆婆还有我老公就总是在，他们会热的。